好，只剩20多天就是农历春节，您已经开始要订火车票了吗？来关心啊，上礼拜开始售签，率先呢受理高铁车票预订的旅行业者，现在已经接获20000多笔订单了。家住离岛的民众可在今天晚上6点到8点来预约马公金门春节加班机位。如果订不到的这个机位的民众，到时候也可以到机场来排候补。航空公司他们表示呢，会视情形加开班机。高铁还有台铁车票将分别在24号还有27号开放预订。